下面我通报北京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情况及健康提示。4月24日16时至25日16时，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29例，均为确诊病例。朝阳区20例，房山区3例，昌平区2例，丰台区2例，西城区1例，延庆区1例。